说几个我认为最帅的植物大招。第一个，大丽花菜，她的动作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一部动画片《无心大力拳》。666。第二个有装扮的火焰豌豆，除了会在地上喷火之外，还会追加一些能量喷泉。 666。第三个是寒冰窟，召唤3个超大的冰窟，可以把僵尸吸进去。可惜的是不能吸巨人僵尸。666。第四个有装扮的龙舌兰，作为 PVZ 中最帅的剑客，大招能差到哪儿去呢？ 666，大家觉得最帅的植物大招是谁呢？